12月6号晚，范丞丞晒九宫格照片作为1000万粉丝福利，没想到其中一张搞笑自拍意外撞脸岳云鹏，随后小岳岳赶来发出两人对比照，范丞丞回复赠送另一款撞脸照，这一来一去在线斗图互动也是打破次元壁了。范丞丞还调皮评论：“对不起岳云鹏老师，我好像借用了你的脸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你们撞脸呀。”粉丝也纷纷调侃道：“确认过眼神，是再也高冷不起来的范丞丞了。”本公聊新闻，期待两人早日见面交友呀。好的。